老哥正在追史蒂夫，追着追着史蒂夫就上天了，这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感觉有问题的打个一，感觉没有问题的打个二。都看到这里了，还不跟主播长按点赞支持一下？什么？你不点？不点作业翻倍？史蒂夫正在喂一只小羊羊，喂着喂着小羊就变长了，这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毕竟羊越长剪下来的羊毛就越长，感觉合理的打个一，感觉不合理的打个二。老哥和末影人正在转圈圈，转着转着末影人就停不下来了。海底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，可是我害怕爱情只是一瞬间。老哥把小黑点燃之后，小黑却跑到水里面灭火去了，这合理吗？非常的合理，毕竟着火了肯定要灭火嘛。老哥给了史蒂夫非常多的木棍和煤炭，于是史蒂夫就把火把做出来了。看见这根火把，我露出了你们表情包最惊讶的表情，快发出来看一看吧。老哥和史蒂夫正在搭方块，搭着搭着史蒂夫就跑到云朵上面去玩去了。老哥看见史蒂夫在云朵上面玩得这么开心，说我也要试一试，然后老哥就没了。老哥正在种树，史蒂夫看见了，说我也要种树，然后史蒂夫就把树给种出来了，这合理吗？非常的合理，感觉合理的打个一，感觉不合理的打个二。老哥正在矿洞里挖矿，挖着挖着稿子就碎了，正当老哥准备回家拿稿子的时候，老哥就没了。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这里结束了，喜欢这段会视频的别忘记长按点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